县西乡顶庄社区自主营造社区内新的公园绿地，村长曾金比争取经费，加上地主无偿提供土地，将原本杂草丛生的脏乱点营造为种满花草的美丽环境，不但美化了社区，也凝聚了社区居民的向心力。这较早吼是换一个杂地啦，啊，即马社区跩拢讲，这较侪较好看，啊，所以甲地主请，啊，请来，甲伊借借土地啦，是，哦，啊，互社区来做。哦，啊，即马，阮花种咧啊，草皮种就已经完工啊。为了维持美丽的景致，需要经常浇水除草，也要不定期更换花卉，这些都需要社区志工维护。居民们也会主动加入种花种草的行列，共同维持美化社区的生活环境。即马就是咱这海口所在哈，什么花拢种较袂活，啊，所以拢种季节花。哦，啊，拢季节甲换咧，换咧，哎，嘛是爱常常换吼。哎，一年四季爱换四五遍，这种杂草很多啦，啊，就甲整理起来，就变作一个阮顶顶一个点。美丽环境需要社区居民共同的努力。顶庄社区的志工队阵容坚强，每个月都固定时间整理社区环境。曾村长更是带头一起营造，也借此凝聚居民们的向心力和社区营造意识。公益频道林俊明县西采访报道。